州方面的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密星期三收听扬州评话《西游记》。猪八戒出去化斋，他就度量睡觉，沙和尚去找他，留下唐玄奘。唐玄奘望到了一座宝塔，他还没有希望，误入了温子仙补月洞。到了宝塔门口，望到里头是个妖怪，啊呀一声喊，朝后边推，滚，往下一跌，比菩提子一杆。啊，阿弥陀佛，啊，阿弥陀佛，是啊，出家人吃了苦了，都要喊阿弥陀佛。像我们这家人呢，喊我的妈妈，要喊这个佛号阿弥陀佛，可有不得用啊，到底何时的呢？啊，自助腾西个呢，比方说像我们要是到哪块遇到晚上，以为地方啊隐色色的，哎，可以啊心里害怕，像我们女同志啊，包括我们年轻人心里害怕，我们呢可以喊喊什么东西，六字真言。然后六字真言是哪块的？济公尊上的有呢，啊，妈咪妈咪哄，啊，有什么用？有用呢。据说个练这个六字真言，什么鬼儿米子就不敢靠近了。你别看我们男同志啊，啊，遇到那个黑漆麻乌的地方，心里害怕的，头发朝后头抹黑子，头上有胡须子，差不多鬼儿米也不敢近身。我说过你这些话就哪个吓得来的，哎，人家老同志闯下来的，哎，你想遇到什么危险都不要念呢，念什么东西，念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后来嘛，为了避讳，避什么讳呢？避这个死者唐太宗李世民，这个叫观世音不行，就叫观自在，观菩萨也可以。有的人信佛的就念，相信信者则有，不信则无。唐玄奘这一声阿弥陀佛惊动了妖怪，妖怪本来也没睡觉，我可就这地方养神，把眼睛一揉一望，原来是个和尚。来人，带我抓！哦，就是了。不喊不得人，一喊就到，拉过来的就是这个太旁边草丛的啊，来了四个小妖怪，上来就把唐玄奘把他夹住了。当中有两个啊，两个比较有名气个的小头猫，一个呢叫马里猫，一个叫铁里马。哎呦喂，乖乖，这两个落到一起去了，站站，快快快，走，上来就我们家帝王，就把唐僧推推弄弄到了宝塔里头。姑娘嘞，快点个，哦，跪，唐玄奘这可不得办法个，我妖怪抓住了，才跪，哎，你是什么人呢？啊，阿弥陀佛，回禀帝王，我呢，我是过路的僧人，到此，以为是一座寺庙，不晓得误入了帝王的洞府，都有得罪，我们下次不来了，哈哈，哎，要死了。问到了，抓到你们了，都是个过路的。我跟你讲啊，我这个地方是没有人来的，平时是没有人啊。你说你是个和尚，我说你是个小偷，是个不乐窗。哦，不乐窗，什么叫不乐窗？就是大不偏，朝人家家的窗。哎，遇到人家家头，好比门开过的，窗子没关，大一路进的，
有位说唐僧是破了窗，唐僧让到去死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帝王饶命，帝王饶命，我不是此地人，我们也那么的人多了时间殴了帝王的洞府。哦，你不是此地人，说哪来的？我是从东土大唐而来，奉了唐王圣旨，命我们到西天取经。啊，妖怪把他往往心里好欢喜呀！哦，你就是这东土大唐来的？你就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啊？奉了唐王的圣旨到西天取经的玄奘大和尚，可对不对呀？啊，正是正是啊！帝王你认识平生啊，我不但知道你是从东土大唐来的，叫个玄奘和尚，我还知道你手下有这三个徒弟啊，贫僧只有两个徒儿。两个，他们叫什么姓什么啊？我的这个徒弟属下姓朱，对了，取了个我们佛门当中的名字，叫个悟难，叫朱悟难。还有一个傻悟净。不对吧？据我了解，你还有个大徒弟叫孙悟空，五年前闹天宫。原来有，不过呢，天阳师被我赶走了，他不是我们佛门中的戒律，被我已经扫地出门，打发他回老家。我们现在再无瓜葛，再无瓜葛。妖怪一听，哎呀，主事呢？五比二老早就传闻了，这个唐玄奘吃了唐僧肉，永世都降佛，喝了唐僧汤，还永世不害大疮。原来一个孙悟空，他的事情不大容易成功。现在说悟空走了，孩子们，帝王，帝王，你们可知道下边这个和尚是什么人啊？他刚才是取经的和尚。告诉你们啊，他就是东土大唐来的，他是个玄奘，又叫个唐三藏，在咱们当中啊，老早就传闻了，叫吃了唐僧肉，天佛又天寿，我们也听说的，说的喝了唐僧汤，永世不害，扬眉大壮，不错，他有个大徒弟叫孙悟空，那是不得了啊。五年前闹天宫啊，那个本事是大，咱是知道的。他还有两个徒弟呢，虽说大徒弟不在了，那个二徒弟猪八戒也是不得了的。哦，猪八戒有什么不得了的？也不要看他是个猪头山的样子，当初他在天庭是众里千火，也是个天蓬大元帅。众里千火，天蓬大元帅，帝王，这个天蓬大元帅众里千火是做什么事情的？告诉你们啊，就相当于是玉皇大帝的海军总司令。海军总司令，哎呦，这我感觉不得了不得。那猪头山的样子，
他们那了不得，别说吃饭盖，吃饭盖就是来，我们不要动，一扎头跟他玩一拳，手一伸叫他关龙人。来太烈马马烈木，你们不要忽略不住的，他就是还有个徒弟。那个沙和尚也是不得了的，想当初在监亭也是个卷帘大将啊。卷帘大将，卷帘大将做什么事的？就相当于是现在是高级保镖啊。高级保镖嘛，他留不得个，哎喂，这个跟面你不得留不得，救不了，一扎头，弄一推就把他烧了肉了。你们不可大意，在我看，你们先把这唐三藏先绑在他柱上，我们就等着猪八戒，等着沙和尚过来，打得过他们，咱们就是唐僧肉，要是打不过，就把放他们西行，让他们滚蛋了。妖怪再看，就在这方尊的猪八戒跟沙罗仙上门。